热腾腾的紫菜土托鱼汤吃进嘴里暖乎乎，是许多民众的最爱。现在正值澎湖土托捕捞季，渔民们也趁着年前纷纷出海抢捞白金。掀开鱼鳃确认新鲜度，鱼贩开心的赞叹刚捕获的鱼货。23号有渔船在澎湖外海捕捞到600只土托，其余的也有300到200只的好神机。小人给他平均了5000块，也就300多万了、啊。算是大丰收啦，虽然开销很大，但是小确幸啊，员工的年终奖金都有了啦。摆在桌上，每尾都相当肥美，重量都超过8公斤，甚至还有21公斤的大尾土托，以每公斤900块钱来算，就有20000块入袋。澎湖大海次的年终奖金不止白金，还有黑金，也就是紫菜。一篮篮紫黑色、具有光泽的紫菜，有别于其他产地，受到东北季风吹拂，沉浸海水的澎湖紫菜香味更浓烈，深受民众喜爱。渔民也开心抢收，抢越多赚越多，荷包赚饱饱，也让渔民们都能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天。华视新闻陈仁正理时间萧雨秀澎湖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